是游戏创刊号，我是托鲁，我是 Damon。 欸，托鲁上，你最近都在玩什么游戏啊？三国战记二代，因为想连到跟以前一样一次破关。三国战记那些游戏？对啊，你没玩过？等，我暂停一下。在2023年练街机游戏这么怀旧？是说街机游戏可以暂停的吗？可以，模拟器怎么会不能暂停？那都说是以前的，看到刚好想回忆一下。比如说你没童年啊，不然你以前玩什么？小时候家里附近的钢板店有放一台大型电玩，第一台就是我那个时候最常玩的龙王。龙王你有玩过？我当时根本没破过，你有破关吗？当然没有啊，小时候那么穷，二三十块怎么可能破关？也是啊，以前的财产来说根本不够撑到正常破关啊。龙王回忆啊，回忆。小时候最多只玩到第四关打三头龙就把钱花光了，每次都跟我哥抢法师王都抢不到，所以我都选弓箭手。我也是都玩弓箭手，以前单纯觉得弓箭手打最远，没有去管攻击力还是防御什么的。不过我最多只能玩到第三关就挂了，没印象第四关当怎样，好像应该找个时间再重温一下。反正现在要玩至少不用担心投币的问题了。然后他武器会变化，小时候看还是很帅。看来大家都一样是选远程攻击角色，法师的攻击变化最多，我以为大家都会抢法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整个游戏根本跟魔戒差不多啊。你想想看，人类战士、矮人、精灵弓箭手，还有一个老法师，最后是讨伐一只守着金银财宝的龙，这根本就改编魔戒啊。哦对呢，这样讲是蛮像的啊。不过魔戒是比较晚出现的，还是你在暗示作者？呵呵。欸，头上，那你小时候玩的第一款大型电玩是什么？第一款哦，这也太考验我的记忆了，我是要怎么记得第一款？天啊，只能说最久然后还最有印象的应该就是上位密令了。不过上位命令这个名字还是长大才知道，小时候根本看不懂那一串英文，只知道有木乃伊啊、机器人、忍者这样。这我小时候也玩过，我都是选木乃伊大爵士旋风斩，又帅又好用。结果我爱用的是那个以前不知道是生化人的上位，然后我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因为他 AB 一起按会放电，放电放电很帅啦。我以为这一款大家都是抢忍者欸。我只是单纯觉得忍者大招是烟雾好像很虚，所以就不选。然后婴儿控制机器人那个，当时我也没有完全想要用的感觉。哦，讲到那个婴儿机器人，它也可以驾驶游戏里面的机器人哦，然后就会变成婴儿驾驶机器人驾驶机器人，笑死。那个就很好笑，可是以前根本不会用它，所以根本不知道。而且这个我更惨，我玩到第二关就实在头目了，当时从来没到过第三关。我后来也是在家机上玩才有看到结局。哥，我是看 YouTube 才知道啊。那除了龙王之外，你还有玩什么？不可能只有龙王吧？龙王旁边摆的雷电，我小时候也很常玩。哦，你有经历过雷电？一代还是二代？我不太记得欸。你玩的那代有紫色的追踪雷射武器吗？哦，有紫色武器，那个龟派气功波啊。对，那你玩的就是二代的啦。那时候雷电也是超级有名，弹幕看得我眼花缭乱。我也是看一个不飒飒，一下就死光了，但还是觉得很好玩。小时候好像只有跟我哥一起玩才有机会玩到第二关，我自己玩连第一关都过不了。现在想想那个机台很赚钱耶，对于我这种玩家来说，每五分钟十块就没了，店家爽赚。也是啦，以前飞机射击的我都没玩几关，然后爆了就没了。唯一我可以玩比较久的、比较多关的应该就是雪人兄弟了。雪人兄弟真的有够好玩，那个我可以玩到第三还是第四关，小时候觉得超有趣，结果长大之后才知道它是无限循环的关卡。咦，我现在才知道，除了打王赚分之外，以前还会故意把队友推雪球推到有怪的地方去闹。小时候就很单纯的觉得这种很有趣啊。他出二代也很棒，角色更多。二代之后有一款跟这个超像，用吸尘器的那个叫什么吸鬼大师、抓鬼大师还是魔鬼克星什么的，类似的应该会想到泡泡龙吧。不过这款捉鬼大师我也有印象。对吧，那时候这类型的游戏还蛮常在外面看到的，以前我爸带我去钓虾场都玩这些。诶，你以前会去钓虾场打电动吗？哦，会啊，不过去钓虾场打电动是我国中的事情，以前小时候都是在老家附近的干妈钓，或是我妈偶尔会带我跟我哥去电动场玩一下这样。还记得以前在电动场除了格斗天王跟预言大战之外，我最喜欢玩的就是强尼大冒险。哦，强尼大冒险就真的也是年代回忆，真的很好玩，而且画面很棒。但后来我就很少去碰这款了，以前只有专门的电动间有，我那边的钓虾场就没看到过啊。对了，这款是不是不能边移动边攻击啊？对，它攻击的时候人物不能移动，不过可以一边往前跳一边攻击啊。小时候特别吸引我的地方还有它的血条系统，
以前很少有能像卷轴闯关游戏有血条的，通常都是被碰一下一条命就没了。那个游戏一条命居然有三格血，根本大放送。那、你小时候有全破吗？我以前就盘到可以破关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就说小时候没什么钱的。不过也是因为小时候能打电动的机会很少，所以每次玩的时候才那么开心吧。也是啦，以前虽然没有现在游戏那么多要素，但是就很单纯，觉得可以看到游戏里面的人物、场景跟效果的呈现就很兴奋。再来就是可以跟朋友直接在旁边互动，是真的现在比较难体验到的。哦，真的，现在已经找不到几间电动店了。大家有玩过街机的回忆吗？以前都是玩哪些作品呢？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这些珍贵的回忆吧。这里是游戏创刊号，我是透露，我是 Damon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。See you next time.